在通信事实上是真发达，哦，所以咯网也真发达。那有啥物情况的时阵，咱若有真好的联系，足紧就会当甲健康的消息传到所有的所在，你会当做变做一个稳定的力量。台湾袂牵涉互伊乌白乱，啊，因会想办法要甲乌白乱，哦，所以这是咱家己本身爱去注意。应用资讯网络，哦，发扬主体意识，强化电话对立的斗争意识，鼓吹独立建国。将啊，群众的议题发展斗争，就是讲你一定要掌握议题，发动斗争。像三一四、三月十四，台湾国民会议就又搁要发动一个民众大会。哦，啊，伊的主题就是要讲内除国贼，外抗强权。哦，伊的三月十四拄啊好是，拄啊好是这访问内国家化，啊，马上的直直咧讲未来，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伊啊掌握一个议题，去发动一个行动。哦，照我所知啊，民进党目前有哪咧准备一个行动，大概是三月二十四吼，伊迄是较社会性的，就失业吼，因会发动一个行动，啊，迄嘛是掌握的群众意志啦。蔡英文伫这个新年的发言又讲，伊讲台湾人民，哦，因为大家拢讲伊软软啊，迄查囡仔来，看有法度，哦，看会晓伊哪软，台湾人民就要自救，安尼台湾才有真正的出路，哦，伊嘛是要硬起来了吼。哦，对付敌人呢，斗争敌人的方法是要怎斗争敌人？大概呢，照哦，我只会讲一几点：分化敌人，哦，使用共同的语言，拆除体制内外的和气。陈志文讲一句话，去年八月伊伫宁波市演讲，讲消灭中国党是台湾人唯一的生路。咱若无消灭中国党，咱无生路。分化敌人，第一。爱突出一小撮主要敌人，唔通甲十三岁岁人拢控制你敌人，通甲好我甲敌人四界满满是，你无可能通甲同时好要拄一大堆安尼一规堆四界，但位拢做敌人，你是要安怎甲落斗？爱突出一小撮主要的敌人，第二分化敌人，孤立主要敌人，就是讲分化的，你知影马英九？啊，王金平确实是有矛盾伫迄个所在，哦，确实是有矛盾。马英九甲林郑嘛是有矛盾伫迄个所在，咱来知影要安怎甲伊分化。孤立伊主要敌人，咱即个主要敌人是即个主政的马桶的，全力打击瓦解主要敌人。这是毛泽东的策略，唔是我家己发明的。然后主要的敌人瓦解了，你才阁反头倒转来，因为敌人无可能我一届就互你甲消灭掉，无可能。你甲伊瓦解了后，伊会重组，变作另外一种形式。伫迄个中间，你啊重新过去，找出主要的敌人，阁开始甲伊分化孤立，开始阁甲伊打击，安尼一直循环，循环到甲伊消灭。哇，这是一个讲起来足简单。但是要做是有哪有相当的困难，爱相当的智慧。在敌人的面前，啊，你若注意甲看，中国党就用这波来对付咱。一个外来的统治者知影讲要压制一个这人在地的人民，上解好的方法是消灭你的领导者。你若无领导者的时候，因为足侪政治议题吼，有当时啊，唔是遐清楚。唔是遐清楚的情形啊！你需要一寡一般逐个人尊重吼，而且偷人因逐个落去瞧，因为这个人总是伊是一个领导者，若总是受尊重的领导者，瞧了有当时啊，可逐个人会较忍耐的讲啊，好，然后头下咧讲安尼啊吼，逐个人较忍耐的经历，所以你的团结会形成。所以领导者若甲你拍散了，你要团结就足困难。所以因用这种方式直直咧甲打击，啊，所以咱。有当遐戆戆，哦，当敌人的头前咧跟同志咧切割，切割这两字大家相对听到了吼，这实在是中着人的分化，是中着人的这个波啦。Okay， 所以咱家己爱做主，使用强有力的共同语言。中国国民党简称是中国党，唔好讲国民党，咱过去拢讲国民党，啊是咱讲国民党。国民党当然是在甲伊笑啦，但无特别的意义啦。中国党有意义啦，
你若讲中国倒的时候，台湾人虽感觉伊甲咱无共国，伊甲咱无共边的，你讲国民党的时候，伊袂感觉。哦，所以中国国民党在最近这个民粹，然后还是像陈水扁，大家拢开始转移，用最近用一个案，金恒伟用一个案，就是检验中国党。哦，这就是台教会一直，台湾国民会一直咧推行讲，大家爱使用中国语言，因安尼的时候，大家沟通会足快速，然后。啊，这也无人足清楚，知影讲伊甲咱无共边。马汤班就是指马英九啊，甲其他即个少甲过去即个集团留落来即个伊的党，哦，啊是台湾人要拍倒的外来政权统治集团，卖用马政府、马总统、马政府、马总统，某种程度是承认伊的合法性。啊，你用马汤，即嘛真侪，我看新闻话是陈水扁伊拢讲马汤。哦，伊就是利用这马汤因的讲起来，反正啊，就是表示讲伊是要甲伊统一，哦，伊想要甲伊统一，所以用这马汤。啊，伊帮，因为伊是一个帮派，哦，伊是一个帮派性格的物啊。台籍的奴才甲走狗也是台奸，咱爱敢讲出来。有真侪台湾人依附伫因遮，咱爱占便宜，这种人咱绝对爱甲伊讲出来，伊这就是奴才走狗，哦，唔免过去甲伊好称呼，甲啥物先生、落去叔叔。但是，咱要注意啦，有通些是使用语言，因为伊即马开始要利用司法的方法，哦，来打击人，尤其对你这个网络顶面，哦，伊先为网络开始，你若使用台上侮辱性的语言啊，种种，伊就要甲你告，哦，你这告的中间对你来讲是一种耗损啦，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在使用的就是讲对伊是攻击性，但是伫法律上无问题的时间就不要紧，哦。所以使用的时阵，阿妈伊甲伊骂讲，吼，因老母安怎啦，啥物话有诶无诶，吼，迄无必要。对台湾若无敌意的时阵，咱讲中国人，就是讲咱甲台中国的关系，啊是因的人民的关系，哦，像哦中国人要来台湾观光，你会当用中国人。但是若准讲是有敌意的，哦，有敌意的，迄种的情形，比如讲伊要甲咱并吞，要甲咱侵略，迄个时阵你就莫用中国人，用中共。哦，即是指中国共产党，也是中共统治阶级，甚至伊个中国共产党伊还阁足尔啊侪人诶。哦，啊，真正咧主导诶是中国共产党诶统治阶级，中共诶统治阶级足个，你甲伊讲伊是统治阶级，好、哦，伊是讲阮是无产阶级，好、哦，阮拢是人民诶，拢是咧服务人民，因实在是非常极端诶独裁诶统治阶级。伊足恶人讲伊是统治阶级，伊咧骂人诶时阵拢骂人是统治阶级，所以咱对伊咧讲因哦，必要诶时阵讲伊是统治阶级，但有阵时啊落电哦，咱写字足麻烦。所以我一般来讲用中共啦吼，来讲要敌意诶时阵，中共企图侵略并吞台湾，毋是要统一台湾。你若讲统一台湾诶时阵，某种程度承认讲啊，咱是伊诶一部分。啊，暂时甲伊分开，咱毋是伊一部分，哦，所以因对台湾采取的是侵略甲并吞，即、這个是一个，即我感触足深，常在看到，迄咱个朋友吼，啊，感觉伊个比四五年得干杯，好，我就用台湾话伫遐讲，啊，即个翻头看到家己个孙仔时阵，就讲中国话，足奇怪，嗯，就是讲你过去因为伊。正确的个吼，伊咧推行所谓北京话，限制你用台湾话讲。咱是台湾的主人，咱是台湾的主人，咱爱护咱的后辈。昨我伫高雄的时阵，有野草莓一个学生，伊就出来讲，伊真正台湾，咱即个河洛话讲拢袂认得，但是伊坚持用河洛话讲三分钟。哦，啊，伊就是讲，伊的爸母就是拢家用北京话讲，伊的爸母就是拢家用北京话讲，啊，伊到尾家己觉悟。知影讲啊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咱家己的母语袂晓讲。像阮的囡仔去大学的时阵。